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旭。很久很久没有用这样子的方式拍影片来抽卡啦，因为我这阵子真的比较忙，没什么时间开直播，所以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就用直接用一般的影片方式来呈现这一次的抽卡给大家看。那这一次的话，两池我基本上会想要先抽阎罗，然后阎罗抽到之后再来拼小倩跟老三道士，还有燕赤霞还有林采妮这边。所以就来开抽吧，反正有多的石头，我们再来看看要不要抽个盘乃德之类的。反正今年是我的年。觉得今天啊，上一次小顾业障笑的超多，我觉得我今天应该直抽阎罗应该就可以出来了，直抽阎罗我觉得没有问题。第二颗爆开结束。庄哥哥，庄子先生，你 ，Mr. 庄，你好像也四只还五只了吧？庄先生，庄先生刀下留人，庄先生刀下留人，请让路，谢谢。好了，这个刚刚那个发生一点点小小的放送事故了，哎，我是觉得。这个放送事故看起来相当的严重了。好，我们开游戏吧。经过刚才那个放送事故呢，我相信这个石抽应该差不多了啦。刚刚你看那个第一个石抽，我们就有庄子，代表今天的水温其实非常的高。我是觉得可以了啦，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可以吧。获得降顺。一踩九铁，一踩九铁呢？哎呀，真是的，哇，这个真的优秀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是吧？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变飞运的东西啊？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五颗？那个第五颗，绝对就是杨戬小姐姐，杨戬小姐姐，你有什么要求？你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？这个时间点相当的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让开吗？我已经歪了两只六五了，怎么可能？我要的六五都不出来，拜拜，铁杆！今天金石消耗的非常快，再爆开，好不好？我要求不多，爆开，然后是水属性的那个姐姐就可以了。Yes, yes, yes！ 阎罗，绝对是阎罗！耶！啊，阎罗结束，好了，抽到保底。哎，真之香啊，香到一个不行，回 A 池啦。说实话，其实我是比较想要抽小倩啦，那个卡面我比较喜欢啦。哎，黑长直是我喜欢的类型啦。希望小倩可以轻松到手啊。刚才那个业障，我觉得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啦。该来了，真的，可以。有没有看到那个第六颗？反正第七颗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真的。不是啊，宙斯，你是要来泡汤是不是？你家的浴缸感觉就比人类的浴场还要大了啊？为什么你要来呢？这里是泡汤池，这里不是打仗的地方的，我们这里没有战争要给你调停啊，哥哥。不是吧？不会吧？小倩呢？小倩呢？应该有吧？有没有那个第五颗？应该可以吧？可以了吧？这个相当不错啊！还有黄忠哎！天哪，我真的是觉得我躲避不了黄忠的晋级哎！怎么会这样？好啦，那我们继续喽，继续出攻，加油啊！小倩呢？等一下，我刚是不是抽错词了？难怪没有小倩啊！我抽错词了，干三颗，这个爆开，难不成结束了吗？不是啊，他妈的，你们又来干嘛？你们这些神族的到底来干嘛？你们可以干嘛？你们来干嘛？不要闹了！靠，要庄子怎么可能？不是啊，庄子这么多只可以干嘛？来吧，
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可以了吧，该来了吧，小倩，小倩你该来喽，你该来喽，小倩，爆开爆开爆开，有机会，绝对有机会，绝对没有机会的吧，靠。好了，各位，我氪好金了。最后，最后吧，我们就把它抽到保底吧，我们就停手了啦。哦，烦哦，一定可以的，对不？不对，这样不对，这个世界线歪了，这个世界线歪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可以吧？三颗，那后面两颗应该该出了吧？我觉得，爆，可以上山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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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颗出，不是，然后又出一个上山，哇操！这个游戏真的快乐，我在这游戏上面获得了非常多的快乐，哎，真是的。希望你们看这部影片也可以很快乐。拜托拜托保底壳，拜托保底壳，真的不要歪，我他妈只求保底壳，来个小切，来个小切，来个小切，哎，干柚子滚！哦，滚也好几只了。哇、哦，滚他妈！那天怎么30抽，今天70抽，100抽就两只。那我当年270到底是抽可笑的吗？我好可是不是在哭啊！天哪、啊！哎，我的滚又一头拉骨的、啊。好的，那再跟老板疯狂的周旋之后呢，他终于熬不过我，最后还是帮我把两个礼包买完了。所以我们这次就久违的冲到天井吧，然后就结束，我不管了，就是天井了，剩下的再说吧。希望就差50抽嘛，两张票券，然后再加上30抽嘛，就刚好到天井。啊，那我们继续冲到底咯，希望小倩跟崂山道士拜托，拜托了，来吧。拜托拜托拜托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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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可以，爆开爆开爆开爆，小小青，又是关羽，爆，勇叔叔，勇 Mr. 勇，勇叔叔，我怎么觉得最近关羽的防守率越来越高啊，我觉得我好久没看到吕洞宾了，但是一直出现关羽感觉也不太舒服啊，对不对？说是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啊，真的是要迈向200抽了，是不是？不要闹了。两颗两颗有，最后一颗一定有，一定有机会，一定有，对不对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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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倩，小乌尔加，哎，我们剩下20抽了，拜托 ，please please please。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、啊？这个第200抽，至少出一只65C，然后再有另外一只用换的，我都觉得赚。拜托你，拜托，真正意义上的还哦。我说的 65C 不是你，是温泉的 65C 啊！恭喜各位，我不天井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啦好啦，我用天井把它换出来啦。赞叹这个游戏，还有该死的天井系统，哎，总比那个某个 FXO 好一点点。FXO 真的是没有天井，那是真的是会抽到死信封啊！感谢这游戏我们还有伟大的天井还可以换。天啊，他妈200抽只有中一只 PU 啊！他妈四只不是也至少好歹也2点多%，哎、欸，1点多吧？那、啊、怎么可能200抽才一只？哭我！好啦，那今天转蛋，今天就。差不多到这边了，那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，按个订阅，按个喜欢，帮我分享出去，今天就这样子咯，拜拜，我不想卖屁股啦。